疫情解封走入社区，嘉义市政中国小二十九号在政中新社广场举办爱我政中情绪性联欢展演，本届红林记社区联欢活动，以相当精彩的非洲歌舞团，佮有唱歌跳舞、文凭啊、骑高轮车等等的表演，为地方注入艺文活力。嘉义市长闵辉特别到场来感谢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囡仔，用深厚的教育能量培育影响未来人才，用艺文展演丰富社区民众的生活。嘉义市政中国小和隔壁冠村政中新社居民，伫个冠村广场举办“爱我政中”青师生联欢展演，本届红林社区联欢庆祝活动，小朋友表演非洲歌舞团，唱歌跳舞，文凭啊，阁有骑高轮车，赢得社区居民热情掌声。嘉义市长吴明辉嘛，到场和大家同欢，场面闹热又阁温馨。我想文艺芳龄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舞台，让家长也借这机会了解到孩子的一个教育，我想他们的为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加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模式。那我们走到社区，我想家长一定很感动，那金钟国小在杨校长的带领之下真的很活泼而且很多元，不但重视生态，更重视人文，而且也更重视科技，还重视永续。我们金钟国小是一个碳治理的一个前导学校，对，唯一一所，对，唯一一所碳治理前导学校。我们是全国四所五 G 的一个学校当中，我们是其中一所，为孩子们的教育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专业。唯有专业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唯有你真正更用心、更努力的态度，我想这样的关怀以作为榜样，孩子的未来一定会更好。除了有小朋友精彩的表演，会场嘛正是金钟国小教学的成果。一连串的活动将入 SDG 十一应用社区发展的选择，嘛将 VR 装备带入社区，展现科技的力量。我们将教育的一个效用以及教育带给孩子最大的成长的整个过程，我们呈现出来，也让孩子有自信心，他是能够在社会上有好的表现。那我们也跟真实的生活情境连结，让孩子能够学以致用。那真的要很谢谢永麻市长今天特地来到这边来帮我们的孩子鼓励，谢谢。金钟本届红林活动是嘉义市文化发展的亮点之一。疫情解封，老师带着学生走入社区展现才艺，和大家同欢共乐。参与单位人员包括金钟新城社区管委会、社区发展协会、世界和平会、世界展望会、含红叶保护协会等等。金钟班级社团动态展示将入 SDG 十一应用社区发展的选择，提供丰富多元的文艺乡宴。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嘉义市彩虹报道。亲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嘉义地区水情严峻，面对缺水危机，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我们可以将泡澡改为淋浴，用擦车来代替洗车，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节水省荷包哦。